咱欢迎咱镇安乡30个姓苏的军官，谢谢辛苦了，啊，辛苦辛苦辛苦。大甲妈祖銮轿就凌晨经过我们彰化市中山路就古龙山寺前面有疑似一名热情的民众要接驾，那跟我们古龙山这些接驾的团体有发生就推挤，那我们有由警察局训练科所组成的这个教官及就霹雳小组所组成的机动应变队，那马上就是吹哨子强力排除，事态就没有继续扩大。那大甲妈祖銮轿也在凌晨3点顺利就北上交给台中市警察局。主要是谁啊？谁啊？先走。这个朋友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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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